还在吃外卖鸡翅吗？那你就 low 了，在家做也很简单，跟我走起。首先鸡翅一破两半之后呢，拿清水给它泡个20分钟，把这个鞋味和血水就给它去掉了。热锅凉油，咱这边中上油，把鸡翅腌一下，来点盐、生抽、料酒，来一个鸡蛋，做一遍按摩马杀鸡，加入少许的蒜香粉、玉米淀粉，均匀的刷拌，放入色拉油，油温5成热，下入鸡翅。鸡翅定型，捞出，等待油温升至5成，咱们下入鸡翅，炸至呀外酥里嫩。刚才这层薄薄的糊啊，起了一个保护层，使其的汁水完全锁住。鸡翅炸好，倒出控油，锅里加少许底油，放入麻椒，麻椒啊小火慢慢煸，煸出麻味，加入干辣椒，加入姜、葱花、蒜片，加入芹菜，放入鸡翅，放盐、糖，加少许的红油。来，做好了，我先尝尝。嗯。又香又辣又脆，而且呢多汁。那我也尝尝呗。想得美。